今天呢要继续来玩宁静杀戮。今天呢熊仔要来开装备箱，开之前凑齐很久的装备箱，现在就来开启咯。熊仔觉得这有点慢，所以熊仔要先来过赚钱的，顺便开箱子。绿装哦 ，OK 啊，还蛮不错的啦。先分解吧。有两件绿装的。装备好多哦，这个开蓝装哦，希望熊仔有那个运气啊。顺便领一下任务奖励。空间不够了，还有又多一把武器了，又一件绿装，魔法防御的 ，OK OK， 哦，高级灵魂碎片，绿色的要一个了，都不错，清掉一些吧。啊，身上空间不太够啊，去清啊。啊，好多装备哦。不晓得会不会开出蓝装呢？我又一顶新的头盔。哇吼！哦吼！开到一件蓝色手环，帅呀，帅呀！又一件头盔，熊仔呢？先回村庄一下好了，东西太多了啊。啊，不要挡路。高级生命耳环。怎么没在运行了呢？还是它是要到某一个地方才有办法用？我再回到刚刚那边好了。还是我等下换地方啊。哦，终于要正常，终于要正常了。我想说怎么一直没动呢，开到200多就中一件蓝饰品，好像也蛮不错的呢。我看一下图鉴这边有没有要放的。哎呦，有哦。好了，老练图鉴。
哇，要先登录，先不要吧。哦哦哦，后面连续出现绿装，好多啊！哦，一个绿手套又这么少。哇，好多东西！我要我绿装，我这件还没有可以拿来充充看的，可是身上没位置了。好多装备哦，刚刚应该有上电视了吧？我一枚绿戒指，高级力量戒指 ，OK 的呢。哇，那我好难抉择哦，我先开背包，清一下东西。清什么呢？这个哦，这个后面很好做到的，所以这个。腰带，又一件，又好吧。先等我一下，先让我清仓库吧。哇！好多装备要放哦，天哪！我的妈妈咪呀、啊！有没穿过的，也有好的，也有烂的，什么都有。箱子又那个了，继续过钱吧。开好多，都开不完呐、啊。天哪！快到的时候是我想拿来冲冲看的装备跟武器，又一个绿手套了，能装能装能装，这是蓝武也好。要多一件内甲，好怕后面会空间不够用哦！天哪，多一把海龙蓝装，好吧，又爽到一件了，又爽到一件蓝装了，哇，哇塞！暂停吧，我先开分身，把那个可以卖的先拿出去卖一卖了。天哪，天哪，哇！啊，我这次没办法用东西哦，好吧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不用的。这个牛排可以不用，在总仓库拿东西吧。一件男饰品，然后一件男装，来仓库放东西，继续边过往边开吧。还有一件绿头盔，剩下206个。多个就开到一个蓝饰品，然后300多个后又开到一个蓝饰品。我的能，我的秘籍。
其实也算 OK 的呢，不是说很不错的吗？要一件内件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有哪些好的、不好的，我看一下。内甲就不要了啦，两件内甲，好吧，要怎么玩的？哇，好多武器，我不知道怎么选的。有要冲的就好的话，都蛮不错的呢。这一把用掉了，多的我已经写，我应该会拿来登录了吧。至于品相只有一个的，我就不选择。我看一下，剩下118，剩下118应该 OK 啊。哇，那分解分解不完啊。所以把闪耀我武器，我就会看武器有没有能碰吧。我干嘛？我干嘛装备箱哦？好，下面再看有没有。这些后面应该也不会用到了。有一把恶魔敏捷戒指，戒指也可以点。有一把帝国骑士短剑，伤害减免。好吧，这件其实可以留着试试看。闪耀哦，哇！开图先看一下，好吧，牺牲掉一把那个好了，但很可惜啊。好吧。哦，好，开了好多装备哦，可以拿来玩冲冲的。恶魔，我记得我手套好像也有一把。项链呢？哦，好啦，装备开完了。开刀的结果呢？一件男装，一件男饰品，然后呢，剩下的好像这边我看一下，女装几件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11，大概20几件呐。啊，六的话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总共是11把绿五，成绩呢这样子算还可以啦。好啦，今天开了那么多，
只开到两件男装、男饰品。就这样吧，喜欢呢记得订阅、按赞、留言、分享，也记得 follow 我的 Instagram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